你好啊，朋友，别放弃希望。你好，再见喽。禀报陛下，我们已经完整调查过船骸，没有发现泰勒上将或他的船。 200艘船任我指挥，载着我儿子的那艘却消失了。他们最后的消息呢？全部都报上来。我们被部落空军引离航线了，伤亡惨重，船只失事，在一座未知的岛屿。不过白旗安然无恙，重复白旗安然无恙。安度一收到袭击，立即请求。如果任何人收到这段讯息。 报告长官，第七舰队已经起航，不过可能需要几周才能。我们没时间了，先派一些精英部队到那座新岛上去，把我儿子带回来。少息，士兵，回去你的岗位。 旗舰最后回报的地点在这下面，有看到什么吗？浓雾，只看到浓浓的雾。等等，陆地，右舷，我看到船舰。那些是部落的船只，就站到岗位，把空军准备好，清理甲板，所有人就位，开战了。 胜利是通往和平的唯一路径。为了联盟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上将，我们看到。 做得好，绝不留情。用你们的鱼雷打那些船，确认击杀，瞄得很准。
全面反击，火力全开打回去，为了塞拉姆。下面有旗舰的踪迹吗？没有，长官，没看到泰勒队长或他的旗舰。这样够了，全体空军返航，准备地面突袭。形势如何了？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力量！你们都受过严苛的训练，你们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你们隶属于天火号，这是击落死亡之翼的船，你们觉得？破烂的部落哨站能跟联盟舰队的骄傲匹敌吗？绝不！下面那些绿绿的臭家伙在你们南海镇的家园肆虐，攻打你们赤极山的孩子，还屠杀了塞拉摩岛上的每一个人，报仇的时候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报告什么吗？专心在任务上。再见。好。叶枫，回报，下面是什么状况？没发现旗舰，也没发现泰勒上将或安杜因王子。部落军队正在从残骸游到你的位置，立刻开火。上将，我想他们要投降，他们没有武器，他们只是不想溺死。你以为他们会因为要赤手把你勒死而迟疑吗？立刻开火。这样不对，这是屠杀，他们手无寸铁。我不太舒服。也许他们就是该死。你们，这是什么鬼？大伙退下，这是原住民。我们属于联盟，对你们没有恶意。告诉我，你从我身上抽出的暗影是什么？这里不是解释的好地方。简单说，你们自己的怀疑会成真，变为你们动作的结果。你不了解，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。哦，我完全明白，我有眼睛。但是潘达利亚和你们来的地方完全不同，他活着，有着呼吸。你们最好小心处理你们带来的能量，还不把武器放下。
有事回报吗？回去你的岗位。 欢迎，玉娇直音，隐潘欢迎你们。如果你想要把战争带来我们的海岸，土地本身就会回应你们的激情和暴力。我不知道最终的后果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聊聊你的旅途吧，不用着急。你好，漫游者。我能帮你吗？有人需要治疗吗？ 我有合适的工具。准备行动！联盟的英雄，我来看看没有飞行战舰保护你。你还能怎么打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无法了解。我离得太远了。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烧吧，联盟的魂章，烧吧！你将葬身在这片土地上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的敌人是被一股叫做煞的黑暗能量压倒，他会因负面情绪成长，例如怀疑。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如此戏剧化的现身。我不觉得惊讶，部落都是怪物，我们是为了和平的救援任务而来，你愿意帮我们吗？我看到你们的天空堡垒了，你们的人对于和平的看法还真有趣。 只要部落保有那些工具，他们就会淹没你们的土地。你们不想帮我们一起战斗吗？我们不怕战斗，我们的战士虽然数量不多，却具有非常强的战绩。但是我们不会加入你们这些灭族式的血战。你们的矛盾在这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不要把你们的战争带来这里。 这是舰队中最强大的船。感谢你的招待，村长。我保证你是在做正确的事。你们可以随意让士兵在这里驻留，但是我们不会选边站。这个冲突不仅仅是种族战争，他们的仇恨会吞没这片土地，我们不会搅和进去。我必须走了，还有其他人在我们的北边海岸登陆。 情势如何了？履行职责，士兵。你好，阳光好刺眼啊！
的朋友应有的奋战，他几乎成功逃脱，但现在他像我们一样成了囚犯。不喜欢陌生人，但这是我欠你的。希望长者们不会因为这事惩罚我。我们将面对一场恶战，你必须在我通过时和猴人交战。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会和你在我的村子里碰头。现身！你对我们的上将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都是一个叫做嘎长的唐伟酋长干的。我们能相信他吗，指挥官？我们别无选择了，把武器放下吧，战士。我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武器。那就慢慢来吧。我们没有欢迎外地人来我们村里的习惯。你们可以留下，等泰勒康复，等他好了，你们就得离开。我们会注意你们的。稍息，士兵，回去你的岗位。想交易吗？与水同行。专心在任务上，靠你了。眼睛睁大点，回去你的岗位。上将，很高兴看到你没事。谢谢你，凯瑟琳，很高兴你来了。有了完全的运输舰支援，我们可以往北。恐怕你得自己单独往前推进了。什么？我收到回去主舰群提供护送运输舰的命令。联盟海军的完整战力会在两个月内抵达南边的海岸。在那之前要我干嘛？我没有手下，我们不知道部落在哪里，甚至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。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泰勒，我会把军情七处的军官留下来。我建议先进行侦察任务。
也许你可以招募一些当地人，你有这个能力，视情况决定。遵命，上将。一路顺风。随机应变。叶枫，带你的人侦查内部，可能有部落的人，顺便找安杜因王子。如果有安杜因的踪迹，我们会找到的。等等，虽然我们不是朋友，但我也不能让你独自进入陌生的区域。我会让我弟弟陪你一起去。你要我？请安全带他回来。他还年轻，但很聪明，他能替你带路。我发誓会保护他的安全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很好，我们出发吧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古老的水之旅，透过荆棘深渊聆听我的回忆，在伟大的彼岸水域中苏醒，在这非常时刻帮助你的子孙。我看到你的前方潜伏着黑暗，我目光所及之处，河流都已干涸，但仍有一条出路，一条河流可以带你走出这艰困的情势。强大的陌生人渡海而来，寻求他们的力量，让他们加入我们。强大的黑暗，难道他是说我们终究还是要相信这群陌生人，这些联盟？不用担心我。我们向北穿越林子走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发现一棵倒下的怪树。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，苏林？有东西打中了它，长官。树上没有斧痕，也不是自然倒下。那边那个是什么玩意儿？是鸟吗？不，那是飞机啊。等等，飞机？那是琥珀和尼姆的飞机，他们可能还活着。琥珀和尼姆是谁？我们得跟上去吧。长官，他还有气，快过来这里跟他说话。大家注意，准备迎击猴人的埋伏。小小卢，看好琥珀。苏丽，别让这架飞机爆炸了。我会尽可能挡住他们。我的剑已准备应战。
苏丽，小小卢，计划改变，我们得将琥珀送回主营地。不必了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去。你在开玩笑吧？你都快死了，看看你自己。不，苏丽，我的伤会痊愈的。眼前，我们得先找到白起。什么是白起？我以为我们是在攻击猴人。瑞尔，没事的，省省力气。苏里可以告诉他们接着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报告什么吗？我们不断向北，直到发现一片大空地。好了，密他们，听好了。他认为我是探员。天色晚了，我们该准备扎营过夜。苏里，你有斧头吗？没有，但我随手就能造出一把。让我想想，你是要砍木头还是要砍脑袋的斧头呢？砍木头的。小小卢，用它去收集生火的木材。是的，长官。苏丽，调查西边的那些祠堂，搜索有关白旗的线索。我需要目标。琥珀，找个制高点给苏丽火力支援，最后回到这里集合。收到，长官。这边苏丽，我找到最佳的制高点了。我会躲在这边的阴影里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对目标闪个光，我就会解决他们。我刚好有个老来福枪瞄准镜，就这么办吧。要是看见危险的东西，我只要用光照一下，琥珀的狙击枪就会干掉他们。偷袭老苏丽是吧？轰！哈哈哈，射得好。自己的提醒，千万别惹琥珀生气。我在北边的祠堂什么都没发现，没有安度因，没有猴人，什么都没有。想到我有个狙击手罩着吧。
射得好。我在西南边的祠堂没有发现安都因的线索，不过我发现一只友善的浣熊，他决定跟着我。我决定叫他吉士魔。嘿，小家伙，我要叫你吉士魔。不，吉士魔！为什么，琥珀？我根本没有闪那该死的光。过了不久，又有一只浣熊成为我的朋友。我把它命名为袜子，然后就上路了。快点，袜子，在你被射中之前赶快离开这里。侦查完三座祠堂，我就往营地的方向走回去了。袜子也忠心地跟上了。想偷袭老苏利是吧？我回去之后，发现瑞尔再次遭受轰然的攻击。琥珀，快点瞄准！我发誓，那女人百发百中。瑞尔，有什么要修理的吗？我有合适的工具。大家都叫我小小卢，我没办法承受下一段。小小卢，告诉他们后来发生的事。希望你永远水源充足。瑞尔撑过了这场攻击，但他的状况不太好。瑞尔的状态越来越糟了，我们得再次停下来休息。如果密西卡在这里就好了，他一眨眼就可以治好他。探员们，这是个熊猫人小屋，熊猫人是朋友，他们也许会帮忙。好主意，小小卢，去看看谁住在这里，跟苏丽一起去吧。还有袜子。好了，还有那只浣熊，我会照顾我们的指挥官。前面的状况似乎不太妙。切，破牌子，别想阻止我和我的好伙伴袜子。草坪上到处都是小型的玉下，它们看起来栩栩如生。这家伙的雕像还真不少哎。检查完雕像之后，我们看到一个女熊猫人从小屋里跑出来。哦，你好啊，亲爱的。看呐，看呐，一个锦鱼人和那是什么呀？某种长胡子的妖精。我是个矮人，女士，能给我们点食物吗？胡子妖精会是我家族的优秀新成员。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我终于了解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但我晚了一步。苏丽，草坪上的不是雕像，他想要把你变成玉石。袜子，不！跑啊，小小卢，快跑，别让他也射到你。
很高兴见到你。再会喽，小太原。我们最该担心的是那个被玉化的兽人，还有他为何出现在这里。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故事，好好瞄准。我们在山里建立了营地，小小卢负责照顾瑞尔。去去多杀些猴人，琥珀。如你所愿，指挥官。我走到山顶上，手里拿着我的狙击枪。我发现苏丽在村子入口的外边等着，我张大了眼睛，却只能勉强读出她的嘴型。她说：“放倒所有守卫，我要上了。”做得好，再来一次。我给这群猴子带了些礼物，可别把我也炸飞了，琥珀。放了一些炸药桶，让我射击。这是为了琥珀。啊呜！哎，这是为了瑞尔。这是为了集市魔和袜子。你们这些混蛋！想要报告什么吗？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继续走。中奖了！我看到一个部落木箱，掩护我，我要冲出去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部落就在这里，在潘达利亚上，而他们跟猴人结盟了。我们必须把这个消息带回朱奇村，但在那之前得先干掉几个兽人。看到一个缺口，琥珀，我来啦！有何发现，探员？幸会。这片土地在考验我们，朋友。有听见河流的歌声吗？水是生命之源。这次的毁灭，
传送着你的事迹，愿你的池水永远满溢。联盟将会胜利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艘船任我指挥，载着我儿子的那艘却消失了。我很抱歉，但是我还不能回去。我决定去搜寻这座山谷。心大雾染红。哎呀哎呀，你好啊，陌生人，你尝过了我的梦幻之酿，对吗？它的幻象不容易解读，一半真一半假，谁能区分虚与实呢？幸会，跟我来，让我们交流一下。你们的族人喜欢园艺吗？这就对了，精致的修剪，让树木自己做主。有些人拿起刀子把不喜欢的枝叶全砍了，可是这样会毁了整株树，这不是熊猫人的做法。哇哦，谁料得到这里藏了个这么美丽的东西。我明白了，你们这个联盟以精准的手段改变周围的世界，有意思。我是个博学行者，算是我们族人的历史学家，语言就是我的工具。遗憾的是，我的艺术修养不太够，是你的话会怎么装饰我的墙壁呢？一个字也别说，让你的形象说话。我们熊猫人以美为尊，美存在于我们的周遭，树木的曲线，黎明的色彩，甚至是战士优雅剑法中的完美姿态。看看这是什么，一整片的红色与蓝色猛烈冲撞在绿色的大地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我看得出来你的心里充满了混乱，我的新朋友。我的差事快告一段落了，来吧，看看我收藏的珍贵鸟儿，你将有荣幸可以喂喂它们。
他们过来了，很好很好。你明白在这里交朋友有多容易了吗？请记住，在潘达利亚不是只有兵戎相见才能赢得盟友的。我的鸟儿喜欢你，我就效法他们吧。欢迎来自联盟的新朋友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潘达利亚欢迎你。幸会。每个好故事里头东西都有个英雄，都准备好了，很好，跟我来。为了让梦幻之酿可以展现出你要的答案，你的内心必须达到和谐的境地。我可以教你，把它喝完就能开始了，朋友。必须保持在中央，要专注或放松都可以，但最重要的是留在中央。好，我看得出来你不容易分心，我们熊猫人非常专注于当下，有时候甚至过了头。刚才没有吓到你吧？随时随地都能保持冷静，对我们熊猫人很重要。那么，这个呢？看看你多么祥和啊，我就知道我会喜欢你。负面的情绪像是愤怒或猜疑，在潘达利亚这里有着奇特的力量，不过这个以后你自然会发现的。那里你感觉到了吗？纹风不动的灵魂，你的知觉正在延伸，专注在你要找的人。小王子，那头小狮子，穿越时间与空间，打开你的灵魂之眼，你看见他了吗？我是安杜因·乌瑞恩，暴风城的王子，我不会在这里像这样死去。新的危机加深了你的决心，我想我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了。还有任务需要完成。我们很快就会再见。你好啊。
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。聊聊你的旅途吧。下一杯我请。这片大陆还藏有许多秘密。注意安全。我很抱歉，但是我还不能回去。我决定去搜寻这座山谷，我必须找到神圣之池，了解它的治疗力量。安都因王子，我们是来送你回去的，乖乖跟我们回去吧。我很抱歉，但我不会跟你们走，你一定能了解我的苦衷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安都因王子，想离开就请便吧。来吧，我们走。苏丽，你怎么就这样让他走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这个傻矮人，你被他心控了，现在他跑掉了。啥？哎呀，我不敢相信他会对我做出这种事。我希望你已做好向泰勒上将解释的准备。无耻的小混蛋，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本领。这片土地在考验我们，朋友。联盟将会胜利。